暂时外国媒体指出，讲这黎巴嫩爆炸事件内底 ，B B Q 都是由台湾的金阿波罗公司来生产制作的。也毋过，这当事长柯清更是澄清讲，出大事的 A R 九二四这型号公司并无直接生产，是甲这欧洲经销商来签约授权，互因制作，生产并无伫台湾。黎巴嫩用的是哪一款？没有在我这里，它不是我的产品，所以没有在我的。这个内容里面，手拿笔来介绍产品。金阿波罗公司董事长柯清讲，严正八会讲，黎巴嫩 B B Q 大规模的爆炸事件，出代志的机型 A R 九二四型号，绝对不是因公司生产的，那是大白挂名的。我做了那么多年了，我不希望我说在这件事情里面来讲的话，有一点污点。我的 brand 已经经营三十年了，会觉得你是受害者吗？当然啦、啊。一透早，伫新北市的金阿波罗公司总部，就官方来调查，真侪外国媒体也来了解。柯清讲表示，家己嘛是受害者，因为这是含澳洲经销商签约，授权予因许可制作了后生产，不过生产完全无伫台湾，无排除跨海提过。他代理我很多东西嘛，有一天他说啊，我也要做呼叫器，那我可不可以挂你的厂牌？那我想说你都有跟我买其他的产品，那你自己设计。那我就卖你厂牌、啊，就是说就是这样子而已啊。这款爆炸 B B Q 被告打今年两年，柯清讲声称讲出代志的代理商伫台湾有办事处，起家伊一透早就打电话去骂人。经济部调查讲，2022年到2024年8月，这间公司出口26万套的 B B Q， 主要的出口对象是欧美国家，无直接出口到黎巴嫩的记录。后续会继续调查了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